打野会出 AD 的，真出 AP 啊，真都假都啊，我的天哪！叔叔一直还推不动线，叔叔他们推也拍了个亿，真没拍了个亿。哎，早了，黑晚一下能吃到的。主刀等到三级吧，就算了。怎么沉默了？点火放得出来吗？要把点火交了。哎，这波怎么会吃这个 E 的呢？哎，怎么能被对面下路这个组合线杀啊？被金克斯加奶妈线杀，我的天哪，传出去要不要脸了，传出去。对啊，传出去要不要脸了，传出去我脸不要了。刚应该等升四的，升四点两级就好。呀，我感觉哥们你怎么乱拍呀？你哥们会不会玩这个？我操，临场，真的假的？临场的东西你哥们敢掏出来？是我分了还是你分了？真的假的？临场的这东西都掏出来了。快点！奶妈升六了，但我应该也 A 得过他，别单下就走就行了。杀又杀不掉，摸一下三下走了。这把真要数出飞啊。野爹
快来！他们下路没闪，拿 AB 没闪，但野地好像也留不住人，那自己想一想。来，这哥们，给他个毒，能走不哥？呜呼，野爹来得好，野爹，不愧是你野爹，哪里需要你就出现在哪里。对，能越吗？不敢越应该越不了，推着路程走。不知道我有没有隐身啊，他压力很大耶。快这么稳啊，打都不出啊。太怂了，人家怂，人家打得好呀，人家这样，人家这样打才打得好。没闪，你肯定要给我死的。要是大招谁真的快，不出来的那些。啊！我操！真的假的？还有这种说法？叔叔，我今天还是第一次看到，踩了上来爆炸果直接 A 下去了。哎，算了算了，不跟他拉扯了，没意思。啊！真的假的？玩这种啊？
辅助我，快跑！我操，好打！我操，你对辅助有救命之恩。这两条闪应该能杀了。我哥真出 AP 啊，你开跟开玩笑吧，真出 AP 啊，三 AP 啊。我是不是刚才跟兄弟们一样，我也出个 AP， 那我们的阵容就是四 AP， 加上辅助就是五 AP， 阵容直接玩 AP 阵容，把对面给消耗死。我破天荒我都想不起来怎么做到中上野三 AP， 还真能出现中上野三 AP 啊！我以为中上野三 AP 看着是三 AP， 打也会出 AP 的，真出 AP 啊！真嘟假嘟啊！我的天哪！毒不死吗？应该能毒死。哎，辅助我好爽玩的。来路对吧，那能玩一堆那基本上是玩一堆的。今天有点放飞自我，今天玩的比较杂，今天啥都在玩。有点过分了，反正这波确实有点过分了。这样子放技能确实有点过分。点了。